正找你呢。呵，够呛啊！蓝花花就在里面，等我抓完人，再出来和你叙旧啊。慢着，蓝花花是我们林家人，这个忙就不需要你帮了啊。这个忙帮不帮的，恐怕你就说了不算了吧。那就走着瞧，弟兄们，上！给我上！追！追！追！人才是他，一块是铁红红的鸡，但是还打了黑鸡牛鸡啊！现在这年纪才几岁，还想要谁？他多鸡啊？去，去，我们打十家会多抓十块钱，拿到地，红红鸡蛋百块钱啊！这么着吧，今天再发鸡，明天红红必须要送。去，去，去，要去，去，俺他要，俺去，没住去。阿妈，今天的海南水都很白。去，带水去二河江，对，今天把个二河江去，啊，没去完去。阿妈，滚滚，再想办去。哎，大叔，打不得，打不得，是我的错，是我惹的祸，你打不得。怎么能是你的错呢？我要是不到草原上来，你们过得平平安安的，祸哥哥的在我身上，怪不得一轮多。不对，我得好好教训他。大叔，算我最后一次求你了。最后一次？我不想一轮都为我挨打，我想让你们好好的，跟以前一样好好的。大叔，别打了，别鞭子都打在我心上。我来画画，给你们添马大了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能，你不能走啊！你不能离开我们呢、啊！你一离开我们，土匪就抓你呀、啊！阿妈，阿妈，那个家伙，我那明天是天天和你不了解呢，阿妈！一轮多，我说过多次了，我不会抢你的赛克，我心里只有我的菜胡哥。你要是不行，我可以断什么事啊？老花花。一人多，桥到就这个了吧。一定要赶在金钱豹之前带走蓝花花。哎哎
大老远的，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？这蒙古大草原的天儿可是瞬息万变呐。这么大的风，你就不怕把你的小脸给吹坏了？我都心疼啊。花花，跟我回去吧。张管家，小子在，把皮坎儿给十姨太穿上。是。谁是你的十姨太？我不要你的衣服。花儿，花儿啊，只要你跟我回去，往日的恩怨，咱们就一笔勾销了，啊！哎，我还可以向你保证，从此之后我绝不纳妾。我是佛山虎明媒正娶的婆姨，为什么要跟你走？哎呀，既然你这么执迷不悟，那我就不保护你了。我要和金钱豹一起抓你，我要把你卖到昌门去，让你受一辈子罪。李师殿，你好大一把年纪了，还是读书识礼之人，你咋不知道礼仪廉耻？我把花今天给你耗死了，跟蓝花花就算是吊死，我也不做你的什么十姨太。既然这样，我可就来硬的了。张管家，小子在，把十姨太押回府去。是。我看你们谁敢动蓝花花！好啊，你们！老爷，老爷，我看你们谁敢动蓝花花！花花，你等着，早晚有一天，我得把你接回家去。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，赶快让冯三虎营长报到。是，团长好。部队，是。都走了。严小姐，军务在身，我就不多陪了。再见。一文，队长，把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军事电影那个这里也叫集合的。金钱豹娃是，也叫弟弟兄，别的混太低，俺个还差些不到的。他们当俺可为着弄，别的那阿拉混的好的，他吃的少点了，谁买了把银行往里也拆。我给你们添麻烦了，我把你们都连累了，我这心里头。蓝花花，好姑娘。你不要这么说了，人生在世，谁还没有积财把难呢？互相帮助，都会能过得去的。哎，今晚要走夜路，你得好好睡上一觉哦。
你，过来。冯三虎，这是你干的事情吗？你一个人能把这么多的伤员全都运走吗？你有没有脑子？动动你的脑子！是长官。冯三虎，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，你把所有的伤员全部给我运走，否则的话，我就军法从事。是。我说冯三虎啊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我怎么弄出你这么个营长来？我，校长，校长，是，我进去看一看啊，你们在这等着，好吧？兰花花，我跟你一块去。行吧。高大哥。高小户。是秋嫂子。高天元。怎么人呢？没事，到那屋看看。高大哥，是小嫂子。以后再给你们解释。雨伦朵，然后让金钱豹给抓走了，咱们去把他找回来，快走，快走。这是让我们指哪条路呀？他们能逃到哪儿去啊？怎么这么一会儿连个人影都没了？他们人少地不熟，跑不出这二亩地个。你们来看见马吉儿，主是他们的，这一看就是新踩上去的，是应该没有跑多远，那就顺着马蹄硬追，对，追，走。哎，关大哥啊，我们年轻人腿快，我们先去追，小心啊！哎，追，小心啊！既然令师爹那个老东西已经知道我的意图了，索性我就断了他的念头。你想把我活埋了？你放心，
我会舒舒服服的让你走。不敢说。在周金贵相中你之前，我就看上你了。可人家是主子，我是下人，我争也争不过人家。当我看见周金贵扶着花轿把你抬进周家大门的时候，我这个心里啊像毛抓抓抓一样，这别提多难受了。虽然你进过令家，又和冯三虎拜过堂，可是他们都没这个福气啊。这个老天真是有眼啊，这第一道戏就让我给赶上了啊。你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三虎哥绝不放过你。你就别提那个三虎哥哥，等他能来救你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十八层地狱的哪一层喊冤呢。你知不知道你啊，你还要叫你个三虎哥哥。哎，三哥大哥，三哥，小心！啊，你愣着！你愣着！三哥！啊！你愣着！你愣着！你愣着！虎哥，你愣着！你愣着！虎哥，你愣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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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虎哥，你愣着！亲亲我。大家说怎么收拾他？杀了、哎、不能杀，不能杀、啊、谁说了、我就要杀了这个狗人。小徒弟，不能杀。小徒弟，你听哥说，他把云都快打死了，为什么不能杀？我跟你说，你想一下，这金钱豹背后是周若怀，你杀了金钱豹，等于是让周若怀在蓝花花身上记上一笔性的仇恨，这娃的苦日子就更没有头了。可是我家掌柜子说的对，要是当初蓝花花让张忠汉杀了我家掌柜子，我们眼下能对他这么好吗？人心换人心，还是放了他吧。你们掌柜是一个一时糊涂的好人，可是他呢，他是个畜生。哎呦，要是不把他杀了，蓝花花的苦日子更是没有头了。一人多的一墙之仇，我找谁去报？大叔，你说话，我们听你的。事情是蓝花花引起的，还是由蓝花花来决定吧。蓝花花。蓝花花，你说句话，杀了他！蓝花花，你说句话呀！哥思量着，这世上的道道都是人踩出来的，我们就用我们的诚行踩出一条好行有好报的道道来。饶了他吧。哎呀，活菩萨。
萨，活菩萨呀，你真是活菩萨呀，活菩萨，哎呦，活菩萨，好人啊。兰花花，啊，大叔，你非要离开我们吗？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吧，可是我跟尹罗朵应酬好的话，我不得不算数吗？我本来是一个人受难才走到这西口的，可不成想现在让你们这多人跟我一大里受难，我这心里头也带火得很。别难过。我看高掌柜夫妇都是厚道人，我们就把你留下了，我们就走了。尹罗朵，你回去好好养伤啊，你救过了两命了，你的恩情我这辈子要是报答不了，我下辈子也一定记得。八头儿，走吧。嫂子，说什么呢？哎，我看赛克他人蛮好的，有赛哥哥比他还好的。来，把手握起来，咱俩比比谁的拳头大。妹子，人常说拳大如心，你看你就这么大点的拳头，证明你的心也这么大。这么大点的心，咋能装下两个大男人呢？咋是两个的嘛？学里边只有我赛哥哥一个人，再说赛克大哥他现在满心都是尹罗朵。嫂子，你说尹罗朵能活过来不？人的命天注定，由不得他，也由不得你。你们两个在门口等我。是。冯营长，今天晚上去帮我办件事儿。十八四，你说。帮我去抢个人。抢人？对呀。抢什么人？一个女人。回头我派人给你带路。抢女人做什么？你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让你去你就去，把人抢回来，其他的事情就不该你管了。这是军令吗？什么军令不军令的？这就是我牛团长的命令。怎么着？听那意思，你是不想去呀？那不是军令的话，你就派别人去吧，我就不去了。黄三红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是谁让你穿着这军装？这个肩章是谁让你扛上的？冯三虎，我就明白的告诉你吧，把你从一个白丁提拔成营长，你知道我吃了多大的哑巴亏啊！可我是个空头营长呀，没有兵，当这营长有什么用？嘿，我说冯三虎，你还来劲儿了是不是？不是就因为那个严佳丽吗？都说她是严长官的侄女，有势力，突然求到我的门下来了，我敢怠慢吗？我可告诉你，为了你这件事儿，我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你办下来的。冯三虎，谢谢牛团长栽培。栽培个屁！你瞧瞧你这个呆头呆脑的样子啊，连弄个女人回来干什么你都不知道。
你呀，天生就不是当官的材料。这么着吧，你先去把人给我弄回来，回头我再教你小差事，再出去锻炼锻炼。是，长官。你去趟西包头，我大侄子过生日，我这几天走不开，你带我去走一趟，送点礼。事情办好了，你这个营长接着干；如果事情办不好，我看呢，你这个空头营长也就不用再干了。你去找你的严小姐吧，我再也不管了。那你怎么跟严小姐的叔叔交代了？我呸！滚你娘个蛋！你以为他是谁啊？我告诉你，前几天我到军部去开会的时候，别人就告诉我了，他跟严长官八竿子都打不着。算了算了算了，我不跟你说这些东西了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在我手底下，你要夹着尾巴给我做事。你要是敢跟我较劲儿，我让你小子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。是，长官。看到了没有？我是团长，你是营长。动不动兵是我团长说了算，你的任务就是执行我的命令，我的命令就是指令。是，长官。滚。是，长官。你怎么还不走啊？就这我跟你们说啊，先把他男的头绑起来，不要让他们看见你的脸。还有，直接把人带走，不许杀人。刘二贵在家吗？你舅舅让我们来的。干啥呀？你给我出来！放开我！你们干什么？二贵啊，二贵啊，找谁啊？你就是刘二贵家的。对啊。带走。他枪了，老婆，你快把他放了！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快把他放了！哎，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你那个漂亮媳妇就不归你伺候了，你再娶一个吧！快把他放了！快把他放了！后边的，你可不听不得了吗？还有什么事呢？我牛过来喝。
病了？没有。想散伙了？那是咋的了？嫂子，你说我这么哈气，可怎么办呢嘛？嗨，大街小巷男女老少的都夸你人好，手艺好，针线活好，蒸的花馍馍好，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夸又不顶饭吃，光是个夸，一个铜钱都没挣回来，我都在你们这儿忙了一个多月了，还在你们这儿白吃白住的，这样哈气咋撑的吗？吃我家住我家那是应该的，我们十年八年都不嫌弃你。行了，嫂子明白你的意思了，这只叫好不挣钱的事儿啊咱不干了。明天呀，嫂子就去给你找一个既挣钱又叫好的差事去。这样的差事能找到不？就凭你这勤快劲儿啊，肯定能找见。嗯，成吗？肯定行。来，哎，老掌柜，哎，好好好，哎，可使劲儿搓，要不然洗不净呢。哦，放心吧，我干活从来不糊弄。我洗完以后，你再看个一下，要是没洗干净，你一个头把一包给我。小嘴儿真甜呀。哎，出没在外，嘴要是不甜啊，真是没法干活。我这也是隔着人品对着学的。出门揽工的人呀，那嘴要不甜，那不是吃小亏呀。那是要吃大亏的，一种没有好收成。我看你忠心。哎，掌柜的一看就是个好人。带干粮了吗？哦，带了。哎呀，那就吃口干粮，喝口水，歇歇气再洗吧。哦，掌柜的，你屋里有什么要洗的没有？我给你倒的都搓了。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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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洗这堆衣服够辛苦的了，算了算了算了。王掌柜，哎，来了来了。谢谢掌柜的。哎，花花花花，来来来来来。啊，好，来，这是工钱。啊，哎呀，咋这多的？这拿钱还嫌多，那干活的时候咋不嫌多呢？好，来来来，还有，花。还有赏钱嘞，啊，还有赏钱？对，干得好，一辈子有赏钱呀。哦，谢成了。哎，哎，这娃咋还没回来嘛？今天第一天上工啊，兴许多干一会儿。好，老大哥。哎呀，回来了嘛。哎呀，这就等着行急了。没行急，没行急。来来，花花啊，才回来呀，葛大哥。嗯，看，给你买啥的酒。哎呀，这娃坐上了啊，谢谢啊。嗯，谢叔妈的嘛。嫂子，你看这是哥你的，好看不？哎呀，好看，还有我的呢。今天挣到工钱了啊，刚挣到钱就瞎花，往后日子不过了。今儿个花的是少钱，工钱才这大的。你们这些日子这么帮衬我的，我在你们这的又白吃又白住的，今儿个总算是能够报答一下了。哎呀，这娃说的甚话了啊！以后挣下钱千万别胡花，家里剩都不缺啊。成的。明日还去吗？掌柜的心眼好得很，我今天把活都干完了，明天还让我过去呢。
可都有点不大好意思。来来来，甭管他有活没活，他让你去你就去。哎，他虽然没有金山银山，可他多养个人，还不等于他每天少喝两盅盅吗？哎，你嫂子说的对啊，只要他那个客店还开着，他就得要干活的人，让别人挣不如让你挣。那为什么呢？问你嫂子。嫂子，为什么让我挣不让别人挣？实话跟你说了吧，他是我姨父。你遭难的事呀、啊，我都跟他说了。哦，怪不得呢。这楚伯在外这多着帮衬呢，真好。来来来来，喝酒啊！啊、哦，来来来，今个是我第一天挣工钱，咱们碰个一下。好好好。好谢谢了啊。赛哥哥，这是我在西口挣的第一把把钱，也不知道你在前线当官了没有？哪怕是这么大的一笔的官，也成的。行啊，进去吧。啊，把你交给掌柜的，哥们就放心了。哦，嗯。老天爷，大爷，进去吧。呀，查证。哎呀，老天爷，整不靠上来了。怎么办？飞子，赶紧往掌柜那边跑。快，来，快点的，抓着。掌柜的，快，有人抓我，快快快快快快快上门！大爷，走，走，走。不是土匪，我们是山西汾阳地府的，来抓犯了家规的女眷。开门！不开门，店给你砸了。开门！开门！快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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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开！给我里里外外仔细搜，别让他跑了啊！你们两个往那边去。是，走，走。说，蓝花花的，蓝花花是谁吗？